天吃了一些美食。要稍微运动一下。来，对镜头坦诚一下，你自己有没有罪恶感？吃太饱，所以要这样出来运动。运动是他揪的哦，不是我。我不是罪魁祸首，是他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该运动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带我妈，然后这天气很好的台北市啊，不是新北市新庄体育馆来运动喽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哦，请问你现在在干嘛？运动啊，打肚子啊。打肚子操。你声音太小声了，你要靠近一点。操。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不消化啊。你是不是以为打100下就会瘦一公斤？在想耶。到底谁教他的？到底谁教他的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。好哦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很漂亮的风景哦，准备要来做一些运动了。来介绍一下你是谁？是小雨的妈妈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想说我们今天吃了那个大餐，下午要来还债了，所以我决定就是来做一下塔巴塔的循环运动。那当然，我们做的强度没有那么高啊，因为我妈是初学者，所以我们会用那个塔巴塔的这个计时器，就是塔巴塔 timer， 就可以直接来设定。然后我设定的是休息10秒钟，然后运动20秒，然后我大约会做八组这样子，然后做个4分钟，4分钟运动会太短，可以的，还是要做8分钟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挑战喽，所以大家会听到的声音都是这个计时器的声音，预备开始喽。Thank you.
4分钟的运动还好吗？有点喘有点喘。可以再做一次4分钟的运动吗？试试看。还记得动作吗？你做我就知道了。好，待会我们一起加油哦。啊，要挑战4分钟还是8分钟？4分钟也可以，8分钟。好，我们做看8分钟好了。好，来准备。循环动运动怎么样啊？好累哦，有流汗吗？有点喘啊，看一下，有吗？湿湿的啦，没有。放心哦，有流汗。妈，这样子不雅，不雅，这个不能变18禁，不能穿衣服。来讲一下感想。有流汗的。有运动到吗？有，运动到。超累的。超累的，声音太小声了。超累的。那有没有还债的感觉？还什么债啊？那个啊，美食债。有吗？还没多少吧。觉得运动完然后可以吃美食的感觉怎么样？不要再吃的啦。不要再吃了吗？可是运动就是为了健康，为了吃美食，怎么办？不要一直吃，有吃不要一直吃美食。你应该要宣导一下，吃东西 OK， 可是要记得要运动。对，所以你要提倡这个很好的观念，好不好？好，很好。来介绍一下今天雨妈的运动穿搭。好看。为什么不好看？这个宽宽的我是觉得都比较舒服，可是我觉得拍照不好看。真的吗？那下次要穿什么？可是你也说这件舒服啊，这反正就这件拍照很好。所以你对今天的运动穿搭不满意？对。那下次要穿什么？啊，再说了。请网友期待。好，敬请期待喽。我好害怕，雨妈会把小雨的钱包花光。做的这4个动作啊，哪一个动作最累？让你印象深刻。开合跳，第一周。那个动作怎么样？其他还可以，其他很容易。好啊，你觉得自己会在进步吗？自己会每天练习这个动作吗？最好是每天练习啊。所以就是记得要3次抬腿，然后这个每天呢，像那个拳击的运动，你也可以对墙壁练习。刚刚的这个循环运动，就是用塔巴塔的那个计时器的运动，你可以做4分钟、8分钟，只要记得是哪4个动作，就一直循环做。它没有计时器，也可以就是一个动作20下之类的。所以要答应网友，你会每天做吗？会。好，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每天要运动之类的事情？没有，有空在运动啊，有时间就会运动啊。然后那个提醒镜头前的朋友要记得运动。亲爱的朋友们怎样？要天天运动。好，为什么？
对身体有健康。你真的没有说服力，你要说他可以跟我一样美丽，还跟我一样美丽。因为我妈每天都会去运动场运动，可是她都是就是走操场，小雨还没有带她就是这样做这个运动，所以提醒大家可以带家人一起来公园运动，否则会偷懒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雨妈出任务还美食在的单元结束，记得要干嘛？要订阅哦，记得要订阅哦，赶快底下对。